Hello，OK，发个巴哈文。说好裤子设定。前哨云烟，我要去哪？应该去开路线风。东西都清了吗？清了。OK，有点钝啊。希望每招都放一放，你要放都钝，超级蹦蹦蹦。怎么这么多人在我后面？哦耶！先点出坚硬之心啊！现在击中率是多少？超低啊！
电甲长靴。前期要找血吸力度低到爆炸。可能是因为开，把这关掉好了。下午的时候解析度比较好、啊，可能是因为开那个，你叫什么来着？开视讯的关系，炉石好一点。因为这个真的蛮吃资源的。这里点到精英之星，其实也可以往下点。先超捷径过去哈。啊，跟视讯没关系。那我就开视讯啊，那应该是我电脑韧不够。聚集点智力，为什么要点智力？其实我已经买刃了，可是没有东西可以把它放上去。打只一点高文武合一什么鬼？我用不到，而且我现在天赋树应该没有地方可以点智力。正所谓我想点也点不了，有人趴了，超级练灯。近战都被这些弓箭手风筝，不要再风筝我了。怎么？有萌妹，有萌妹什么鬼？是别的角色吗？还是什么？
台猪很萌。啊！吞噬者。也是玩流亡吗？哦，冰冷抗性，也破太多次了吧？传送点。玩手机游戏，比较缓慢吧。因为聊天太模糊的关系。看一下我设定，应该都调最低了。对啊，我设定都调最低了。我显卡其实还不错啊 ，NVIDIA GTX 850 那这台笔电 i7， 所以应该是我认购。不过我晚点会放，晚点这些应该都会放到 YouTube 上面，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看。我实况都会放到 YouTube 上。用 NB 打电动还蛮屌。没办法，情势所逼啊！啊，好恐怖！这为什么这么痛？额外生命，永续增加物理伤害，造成混沌伤害。OK， 19。没有用。NB 配备都比 PC 低阶，可以这么说啦，或者说配备一样，价钱高一阶。只要你有钱，可以看到他们有时候会有那种看这个有被电到的样子，就他们在感电状态，那我对他们造成伤害就会多50%。之前会感电状态会叠三层，可是现在应该已经不会了，现在就一层而已。可是这样对玩家来说其实也是有好处，因为这样网应该也只会叠一层。元素大师，元素大师应该是杀，同时用三种元素伤害杀死一只怪，怎么会这么难讲？
买台主机什么都能玩，重点是我还要开实况，开实况要规格要更高。OK，那个。死！风筝，你们没有哎、欸，只是想说顺便开一下。现在其实蛮难靠实况赚钱的。靠实况赚钱的话，你要想，除非你有办法跟 Twitch 签到，跟 Twitch 合作之类的。其实我不用回来，因为也没有解到什么任务。阿神是三是什么东西？西部密林，所以等下这里走到底有一只王，在做石块赚钱。靠石块赚钱的话。就同时要500个人看啊，觉得还蛮难做到的。精良的5%就算了，10%再减，翻仓库一下就爆了。哦，不要风筝我。20，正义卷轴要如何取得？把白装卖一卖，5个可以换一个鉴定卷轴。白装应该说白装一个会换到一个鉴定卷轴碎片，然后5个白装卖掉就可以换成，有时候有些蓝装卖掉也会是鉴定卷轴啊。像我捡一些白装，有人死了，日常。他们把人鱼改得超恐怖的。虽然典狱长也变得蛮恐怖的，我还是觉得我超缺魔欸，说实在，他们说把那个魔力消耗什么都改低了，可是我还是很缺魔。虽然我是，哦，在 YouTube 做实况，哦，在 YouTube 做实况，那可能比较容易赚。可是 YouTube 实况，就大家都不喜欢，大家比较喜欢 Twitch。
厂商谣言赚很大吗？这种是有多少人在看吧 ？OK， 所以这边有一个王，铁影长靴哦，王。把这小怪打掉。算了，还是用这个好了，感觉 DPS 比较足够。使用劈砍跟双重打击。哎，骑术徽章。如果他们着火的话，就是我有暴击。OK， 然后这边就开条通道，然后这就是第一章的一个任务。然后这边还有另一个王。你看这边有，看地图上这边有缺口有没有？会沿这个缺口的石板路一直走，就走到另外一个王，那应该还赚蛮大的。最少都有5万。哦，这边有一个箱子，19。石锤还蛮想留的。哇，这保险箱，先把旁边怪清掉。我才刚开始啊，就只有一个人而已。贡献了50。哦，你说 YouTube 哦？啊不，你说实况哦？你只有50吗？感觉就不止。哦，有点恐怖，冰霜星星。那个应该蛮容易被冰住了。被冰住，然后被一群怪围的话，很容易死的。寒风的保护箱，没什么好东西。OK， 不过里面有可能会掉好东西，就是了。看这石板路就一路延伸到他家门前，看不到2个月。我不知道哎，说实在，我好钝啊！让店长吹个电风扇。嗯，加油啊！这麦会很大，这样可能会吹到麦。算了。嗯，阿丽亚。风暴来临前的夕阳，都不关心观众。我应该先放个图腾。
他会把他手下的尸体爆掉。如果他手下死掉的话，他人呢？然后还会叫僵尸出来。典型的女巫吗？别跑！为什么要杀他？给奖励不一样。如果你全部都杀的话，会给一个技能点。然后哦，有点恐怖。对啊，应该算是死灵吧。如果你全部都杀的话，会给一个技能点。然后你如果假设帮他的话，那你要杀其他两个，帮他应该会拿到，我不知道，应该会拿到最大魔力。我不需要最大魔力，所以我就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是拿到最大的生命80，那个对我来说比较有用。所以要看你需要什么。这现在是阿莉亚的宠物，不就僵尸吗 ？OK， 杀完它之后就可以回城镇了。应该说先回第一章。哇，有猫猫哎！先回第一章，看它传点在哪，传点在上面。先回第一章，然后领个奖励，战争之卡。哇，比我现在的护甲还多。我要21等，现在20等。不过那洞洞不符合我的要求。哇，37，他冲好快。HC 就是天梯吗 ？HC 是哈扣，然后就是专家模式，就是会死掉。应该说死掉就不会再。有点像那个什么一样啊，有点像暗黑一样，就是死掉之后他会在，就不会在同样的联盟里面了。像暗黑专家模式死掉就不见了嘛，那这死掉会转到标准模式而已，比较人性化的设定，稍微人性化。这个我要用，所以这个卖掉，这个卖掉。你看这白装卖掉之后会拿到卷轴碎片，然后5个卷轴碎片就可以变成一个智慧卷轴，然后这3种颜色然后都连起来可以换成一个换色石，可以从这边看到。然后这边有这卖掉石锤，卖掉好了。哦，对啊，那你就会从专家天梯变成一般天梯，你就不会在专家天梯上面。应该说你还会在啊，可是你的那个分数，你的经验值就不会前进了，而且会有已死亡的那个标记。看这，我打 ladder 的话，就会看到这些在天梯上面的人都还活着欸。欸，哦，这两个人不一样欸，感觉就一起练的。游侠是什么？游侠是弓箭手吗？哦，这文明节不够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先摆着吧。然后我现在是在收集有那个品质的东西，戒指通常都要收集一下，是可以鉴定一下，可能会不错，还好。
哦，对，要去第一章领奖赏，这个。啊，只跟我讲话而已。Quite the lady killer, aren't you? 女士杀手。That singing squid didn't stand a chance. A stranger like no other faced the wall of there. Thought you deserved one of my finest. Oh yeah, 天赋点数。First, I thought you brave, then a fool for seeking out. 哎，你没有东西要给我吗？肯定是没有。冲去接银之星，这样 DPS 才会比较高。看一下任务，对啊，开路先锋金，比斯特奖励你一个天赋点数，然后再去这边，这只是讲讲话而已。因为我们刚刚打了一个王，然后那个王给我们这个东东。哇，这超多小红人！奥瑞亚，最低贱的人种，老鼠屎里面最黑最臭的。What？ 所以接下来我应该要去，不玩一般，我想先玩一下专家，看看到底有。多困难！反正我应该可能会在不知道哪里死掉，然后就会自动转到一般局，然后到时候再玩一般就好。我计划这样，看会在哪里死去。然后这有四个岔路，有没有？这里的岔路就跟这个按 U，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四个岔路一样，所以你要去上面就走左上的岔路，然后去右上就去走右上那个岔路，要去右下就走右下那个岔路，然后左下那个岔路是你来的地方。增幅石。这什么东东啊？是便利贴吗？哦，发生什么事？哦，猎鹿者。他把我击退了。我好像也有被晕。碎灭之殿，呼 ！The spirits are restless and angry here. I can feel it in my blood.
边有国王。然后这边怪死了会放毒物，算是还好啊，因为才在第一个难度而已。哦，水源艾希，哦，哦哦哦，天哪！增加攻速。这个召唤师要先打掉，不然他一直叫把他们复活过来。哎，这只也是死灵法师。9%可以捡，又有保险箱。石锤。好。喝个水。开启时对我造成点燃。也跑太远了。就箱子，你只要把这下面有圈圈全部都打死的话，箱子就会打开。别跑啊！重格腰带。精良的巨战斧，6%就不理他，13%可以捡。DPS 是多少？超低的吧，52。这里啊，每秒伤害。像这里选这招就可以看到 DPS 52.8。可那个前提是我一直在用这招。它只会算攻击出来的这一下，不会算这弹的这几下。15%。这边其实应该有一个传点，不知道在第一层还是第二层。超低吧，超低，应该是超低。那只角色版就是以坦度为考量，因为毕竟玩的是专家模式，所以我想专家模式最不容易死的应该就是这只。
你应该先想办法再升一等。趋近于零，不会啊，这都杀他死就不是趋近于零。真正悲剧是你连怪都杀不死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的悲剧。目前还算还可以接受，而且前期就是玩专家模式就是不要死啊。写这么多的好处就是我就算错位或者断线一两秒我都不会死。目前打王就另当别论。三万血，你的血量跟怪的输出比才有意义啊。专家也可以组队。哎，这个死灵法师不知道在干嘛。也是可以找个 DPS 组队啊，可组队的话怪会变难。那组队还要沟通什么的。山木圆盾，啊，应该先点这个，点这个还差一等，点那个的话 ，DPS 应该会带你玩。一开始先从那个，你可以直接玩哈扣啊，不过你应该会先死个几次，而且一开始都不什么都不知道的话，是很容易死的啊。因为他把人鱼王变得那么难，应该很多人都死在人鱼王那边。或是布鲁斯那边，打人鱼王应该重点只有一个，就是你要把你的冰抗撑高。所以你中间如果捡到冰抗的戒指什么的，就要留着。就好像14等的时候打他吧，然后换上 这些水瓶，换上14等的水瓶，这样回血会比较多。身上这黄色球球是
他们的中毒球球，对，被毒蛇打击而中毒了。13%，这有个黄怪，谁？大型保险箱还是黄色的？哦，痛痛！这会怎样？哦，痛痛！先开这个保险箱，其实还蛮危险。休假崩，他应该是资深玩家吧？嗯，释放烈焰风暴，16%品质。而且上前几名，应该前50名挂掉都会写在上面。精良 ，OK， 顺便换水瓶，16%知识卷轴，达科的，像我留的这个，就是因为它会加30%所有元素抗性，还蛮好的。开一个船卷回去啊！算了，把这捡起来就好。13%、15%，可以。他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？金光戒指，转点儿，其实应该不用省船卷了。接下来船卷应该只会越来越多而已。What troubles you bring now?14，这可没，哇，穿不了。14，
十、十九、十三。推荐的职业：新手快安装好了。看你要玩专家还是什么、啊？你要玩专家还是？标准的话，法师被 nerf 了，我觉得啦，法师基本上是被 nerf 了。不过你如果喜欢玩法师的话，玩法师还是不错的选择。讲会不会很矛盾？刚刚挂掉那两个，怎么了？他们一起死了。对吧、啊？应该是一起打王吧。很常见啊。传点在的地方真奇怪，看别人死掉。哦哦哦哦哦，那只不是闹着玩的。哦哦。不跟你玩了，不跟你玩了，好恐怖！这好像瞬间少一半血哦。有些是一定要打的王，有些是不一定要打的王。像刚刚那只就是不一定要打的王。他打好痛！哇，太钝了吧！感觉要断线了，还没。诅咒免疫的蜘蛛。主要是他毒蛇打击让我。产值，产值是什么？你说钱吗？钱，钱就是这些东东。哇，两个。钱就是那些石头，那些石头就是钱。基本上大家都是以物易物啊，用那些石头当做钱。七颗。有没有打到啊？有时候怪会错位，所以他可能一直待在你旁边，可是其实没有。错位就是看起来站在那里，但是事实上没有。
重击其实用不到，更多铠甲。可是其实铠甲变多，跑速会变慢。可以吧？应该是可以啊，不过应该是违反游戏规章，而且8951可能卖的是什么？卖的是那个、国际服的。国际服看到有人用人民币在手指收那个石头啊，蛮扯的。喝太多水了，下一个王其实可能要把闪电抗性撑起来会比较好，遇到的再来换好了。这边都造成闪电伤害，可能先换比较好。哇！在转角等待你们一个上去，一个过来。等一下，有人在复活，该死！别闹了，打那么辛苦，被这些复活起来都没有经验值，哎，不理你们了。哇，又保险箱。可是最安全开箱方式就是把旁边怪先全部清掉。我清。箱子还蛮容易死的，因为一开箱子的时候会超级大那个。我个人会建议从女巫跟圣堂武士开始玩呢、啊，个人喜好。都是黄色箱子，好恐怖！快跑、复活附近死亡怪物，并带有猛攻。愤怒之雷，哦，痛痛，痛痛。该不会有复活吧？没有。
OK， 没有什么好东西。束缚腰带应该是不用啊。哎，我可以点，可以点坚毅之心啊！耶耶，马上变成75.3，专精。可我现在就不会暴击了，可我本来暴击几率就很低。谁让我打出去都必中？我觉得应该换电抗的指环，这好玩吗？还蛮不错的啊，我玩很久啊，pretty good。其实现在很怕死而已。如果你在标准就没有怕死的元素，只是死了会有点挫折而已。这死了应该会超级难过，600多血。现在20几吧，22。呼。怎么了？哦，是哦。排行榜能干嘛？以后可能会有活动。之后可能会有积分。活动之类的送东西，就送一些传奇装之类的。之后看他们要怎么进行。重伤之风，哦，新的药水，应该是往另一边才对的，这边应该是死路喽，是吗？看起来。哇，20%，竟然不是死路，所以这里要打王了。炸弹客。You made it around the barrier at prisoner's gate. Such talent.
什么是炸弹客？你说丢陷阱的、哦？他在树里面，他在这里，还躲在树里面。然后先放个，这只是王啊，我忘记换电抗戒指了。还可以接受吗？好像不大能接受。哦，被晕了。不大能接受，船捐回去，抗性很重要。换个电抗的戒指，这个把它变成蓝装。嗯，这个25点命中，还蛮烂的。顺便把东西卖一卖吧。清奇亏，18等，Go Go！ 一开始进去，你如果什么都不动的话，他不会打你，像现在这样。可你一动作，就算按个 C 键，他还会，按 C 不会，一动就会。所以你看，换电抗之后，我血就回得起来。OK， 增加暴击伤害，还不错。To damnation with piety。邪影宝石。装置，再开船卷回去。坚决战吼吧，憎恨无名劫不够，药剂已经拿了。憎恨，拿个憎恨好了，想办法来用憎恨。Here I, piety letter. I went into the Aether. 用憎恨的话，就改戴名加敏捷项链。这样就可以用了。接下来要去哪？这是支线，这个是主线，这也是主线。几点了？待在实况到6点半，然后去吃饭。对，我可以开憎恨 ，hatred。憎恨开憎恨之后 ，DPS 应该，哦，哎，他
才多一把而已，怎么会这样？才多十而已耶。嗯，哦，因为大部分是火焰伤害，那感觉不大需要开憎恨，先不要开好了，就带着就好，之后有需要再说。这应该放哪个？应该放这个吧。哦，这白白就是蜘蛛在的地方。冰霜脉冲。哎，这里就是入口。可能应该拿火焰进化，算了，应该还好。Should be okay。奇葩！诶，这个是三个颜色连在一起的，所以就可以拿来卖东东。哦，箱子，紧张刺激的开箱时刻。好，开箱第一个步骤，确定箱子旁边没有怪。然后因为是最简单的模式，所以我们不鉴定。然后旁边放个图腾，这是诱饵图腾，所以怪会被吸引过去。你看哦。开箱如果电脑配备没有很好的话，通常会大累个一阵子。然后大累个一阵子，你还在一群怪中间，通常结果就是直接死去。OK， 双鱼，闪电星星。小蜘蛛，
哦，智望者巢穴这边就打王的地方，可我差一点点就要升级了，所以先来升级好了。闪电星星很猛，会吗？闪电星星就不可以用吗？不能用，太笨了。闪电星星就一圈这样杀杀杀，打王喽。这只最大的巨猪之母，Oh my god！ 第二神技。OK， 有惊无险，应该说完全不惊险了。玛瑙护身符，宝石为何无法升级？因为我的敏捷哦，我智慧不够，我智慧不够，所以像这个是力量和智慧。我需要找，敏捷和智慧的。不过现在带这个上去，我可以用这个。感觉施法速度变快了。然后放上去之后就不能用，然后装备就变红色，然后你可以看到。因为我不能用，所以我这装备就不见了。我现在手上没有拿任何东西，拿掉就回来了。开船卷。不是说有人要创脚吗？活蠢是什么意思 ？What？ 十八混沌抗性。Killed Mother Eight Leg, Old Three Eye. Oh yeah！ 所以我现在应该要拿这个元素。The tree that Gina calls Larat. 都化古树，哦，装备不能用。这时候要问古斯特，有什么好东西可以买呀、啊？古斯特，双手锤。就这个了。这个让我连三颗。火焰哦。让我来看看，我记得合成方式哦，应该是只有杖才可以吧？试试看，这有一个合成表是类似这样。我那颗吗？哇，我没有，那算了，就直接给他全。直接给他蜕变下去了。
物理伤害攻击速度，哦，攻击速度还不错。增加68魔力回复，扣除魔力回复值15%生命，我才不要嘞。嗯，好，接下来盘根错节，所以我拿到那两个东西，然后可以开这边的门。话说我现在 DPS 哦，马上破百，现在快200。第35。这时候开憎恨，算了，先不要开好了。然后这里找那个树的地方也很简单，就沿着路一直走。盾，技能，可以往上点，然后点到这里来，先这样吧。现在是秒杀状况，因为我来到一个等级比较低的图，然后又拿到一个很好的技能宝石，也是任务给的啊。所以才会进入秒杀模式，而且我又换武器，哇，超级大雷哥！哦，有个恐怖。而且我 主要是做火焰伤害，说主要是造成火焰伤害。这是哦，响尾。Hello， 响尾。想说怎么有一只特别大的蛇，原来是响尾啊。蜕变石，磨刀石，权杖，就是魔力消耗也变多，12。哇！你现在不大需要清这些怪。跳过去，跳过去。OK。哦，因为我还要加攻速，加斧还要加攻速，所以整个就 DPS 超级大提升。
然后这边有个缺口，这就是我们在找的。我们就是在找这个缺口。OK， 沿这条路走，就到了。金石通，是啊，是在金石通里啊。是啊，可能要先安装什么有没的。步兵锁甲，珊瑚护身符，转点耶，是点啊，有点 ，OK。精良的青铜软件。海灵戒指，Okie dokie，生命再生。红玉戒指，太棒了！又有一个红玉戒指了。碎玉大斧，现在这个应该比较好。天哪，太多了吧！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哦，第二层。按住 Shift， 再点击一个已堆叠的物品，将其分成两堆，就像这样。Shift， 奔奔奔，再合起来。哦，一个新的人呢。刚说有47的应该是标准吧，
这就到39而已。这里比较慢是很正常的事。尤其是大家都还在第一章的时候。好，去吃饭。哦，应该是。可是代表他们差距其实没有很大。哦，我也好饿，超饿的。打得很精。啊，又没录。之前 OB 用，之前 CCB 用那个裂地之旗，整个就是烂到不行啊！用这个顺多了。带封印，等下会变黑漆漆哦。黑漆漆。无法被晕眩造成元素状态影响。双玉戒指两枚。清晰耶！开心。太笨，用不了。开清晰我就不用一直喝水了。
诶，师弟，看到他准备伸出触手时，快速的远离他，在枕头打到他妈妈都不认得。任务完成，力量再往上点就智慧。点金石，诅咒怎么变这么小？被晕得更久。获得生命，杀死收集用。哦，变得不一样了。诅咒变了。督军感觉变强。之前是。获得额外吸血吗？还是什么？这些诅咒明明就不是长这样。会变石，战争之铠，三个红色的。有点重。这里有个船点，写在河边。OK， 6:10，这样感觉破得完第二章。Nothing like。然后反正他们都很不爽，我把这边超黑。怎么了？为什么太阳不会出来？我们该怎么办？说啊，我们该怎么办 ？Hello。不过如果太阳突然不出来，我应该也会很惊慌失措。嗯，不能怪他们。16%物理伤害，无限抗性。像这个品质20%的东西，你卖给他就直接会是，这比较值钱吗？等下，好吧，这样比较好。护甲物品稀有度34+4，护甲回魔抗性生命，整个已经超级大爆满了。超级大爆满，大爆满，大爆满，超级大爆满，大爆满，大爆满。嗯
把一些水瓶卖掉好了，用不到的。放这里就好。16%。Okay。Hello。这里还有地方可以放。好的。应该可以再走到下一个船点。走到下一个船点就去吃饭好了。可应该先打另一个王。我两个不冲突。然后这边有一个，王，帮他会加血。这个永久加40，是加40而已啊，原先好像是80。应该是帮他。这个大了一个。天哪！船卷，督军印记，督军印记竟然被 buff 了。古布洞穴。巨兽，Exile，GG Exile，断铁，
今天就遇到两个 XR。狂战之魂。国指凉鞋，没路，这也没路，代表在超越，应该在这里吧。13%。走过小桥，渡过流水。石头好像变小只了。满血进山，物理伤害，捡到一些不错的技能宝石，步兵铠甲。OK。二楼啊！哦，哇，40等了。
冷铁重锤，25-38。我上面有攻速，而且我上面是三个红色洞洞相连。6%，回甲巨兽。哦，到了。传点儿。啊。好啊，我先去吃个饭。晚点应该要继续开。谢谢大家。有空可以。有空可以帮我点个追随，然后可以帮我去 YouTube 看一下你们想要看的，就有 POE 有如实的。好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等等见才对，等等见，拜拜。